来参加今天这个开幕的典礼。开幕餐呢是一间营业到现在已经有六十多年的那个老店。我们一路来都很注重我们的品质，得到我们的顾客的信任。不过呢，今年来呢，我们的一帮老同事、老股东都已经上了年纪。 所以我们在去年决定把这个营业结束。那么，这个面包屋里的霍明松先生呢，他一路来对这个发展我们这个传统的行业很有兴趣。他跟我谈过，他说希望能够把我们这个传统的行业发扬光大。所以我们就把我们这个交给了我们的。 郭明忠先生来领导，因为他有很好的领导能力和他们面包屋里的物力财力，相信一定会把我们太茂站这个传统的饼家的行业发扬光大，更上一层楼。谢谢各位。我是 BreadTalk 集团的主席郭明忠。大家好，我是 BreadTalk 的副主席李丽玲。太茂站是一个70年的品牌。 我从小，我爸爸就买这个品牌的饼，到我们家里品尝，所以从小就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。那我爸爸离开以后，这几年都比较少接触。那从一个媒体得知说这个牌子要收掉，那我觉得身为潮州人，身为饮食业的一份子，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个品牌跟这个手艺传承下去，就找了创办人许先生谈说，我们一起怎么样把这个牌子发扬光大。 经过，Mr.Co对BreadTalk集团以及我个人的信任，我们谈成了一个合作。那今天就是我们的大喜之日哦，第一个店的开张。我们还是保留太茂站的那个手艺啊，那限量方面呢，我们也是选比较上等新鲜的好的原物料在原物料方面。那我们也加强我们的烘焙技术，原先的太茂站的一些老师傅啊，现在还是有几位留在我们这个太茂站里面，因为他们会不断的给我们的技术的指导，确保我们的品质啊都跟以前保持的是一样的。我想太茂站的定位不太一样，它是一个潮州的传统饼家。那我们秉着这种传承文化。 秉着这种手艺的传承，跟太茂站合作。那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店是与时俱进的一个规划，它保留了我们刚才丽莹所讲的传统文化的手艺的传承，以及让它进步。好，那除此之外，我们在一个适合的商场规划出这样的一个与时俱进的概念。 你可以看到，我们现在现场的客人是，很被接受，很肯定的，所以我们会继续，推广这个太茂站饼家，以及让它成为一个新加坡人可以带一个手信去送给朋友的一个品牌。我想我们跟许宏前先生谈的一个概念哦，就 BreadTalk 一定会让这个太茂站的原味再现。 就是品质可以保留传统，手艺可以保留传统，而让它具有更强的生命力。所以，我们现在吃到的饼家，刚才丽玲所讲的是一种完全移转的这一种手艺，包括我们 BreadTalk 的经验去让它做得更好。所以，我觉得很难得，也觉得品尝起来真的是我小时候吃到的口味。